伫咧台南的台湾文学园区，今仔日总算甲推动委员会办公室挂牌起嚟咯。文化部的官员也讲，即个园区是要来凸显台湾文学，也是有其他的方向，就要大家做伙来讨论。台湾文学国家园区推动委员会正式改牌，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周良德欢喜比如讲，妈妈总算有心啦。台南市政府嘛规划出一个场地。未来台湾文学国家园区的这个预定空间，就选在中嘉艺文中心对面的大同火仓库。未来这可望成为推展文学的所在。这个仓库土地超过7公顷，周良德表示，过去因这代惯是用手写，真侪手稿作品的保存，拢让大家头疼。未来园区若建立，唔呐，好这个文物有安身之处，嘛通让民众有一个行大的所在，认识台湾文学。啊，这已经系老啊。啊！即嘛，那过身了后，啊，即子孙啊，啊，就甲好好调，上摕去千金白雕，啊，即吼，对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爱车的人哦，这是真疼心的代志。啊，有一个所在通好放，安尼的时阵啊，大家拢真愿意。怎么样把台湾文学的保存、推广，甚至延续？好，这件事情是。文化部会跟台湾文学馆一起来努力。那至于说要不要用一个园区的方式来彰显我们台湾文学，这个事情就是看大家一起来讨论。台南市文化局表示，即马初步规划推动委员会成立了后，就会马上开始讨论。周荣德认为，不论安怎，已经是行出一大步。台南除了台积电，嘛期待台湾文化正做另外一支成果。记者林阿文、李学凯。台南报道。